终于，因为真的很难说要拿一个总冠军，是要靠全队，要靠团队嘛。因为你想要拿，可能可是你又拿不到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团队吧，对啊，才有这个机会，才可以拿到总冠军嘛。大家还是要靠大家努力啊，对啊，不然怎么拿得到呢？对啊，啊？我觉得没有遗憾了。没有遗憾了，没有遗憾了。有拿到就真的没有遗憾了，因为打那么久了，什么奖项都有了，然后是一个总冠军，你会觉得说没有拿到，会觉得说你这样打那么久了没有拿到很遗憾吗？对，我的小孩、老婆都有来现场。可能我小孩子还小，可能不知道那个学，可是我回去跟他说，爸爸终于拿到一个总冠军了。